1、2、3，我的台球怎么不够了呀？我就说我的台球怎么不见了。哦，这是你台球啊？对呀，你看，我要先把这些全部给它放好，然后往前推一下，把这个给它拿走，然后白球放在这里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我们俩可以一起吧。我先开球啊。一个都没掉，到我了啊。好，到你了。姐，哎，我进了一个。哎，进了。哎，进了。1、2、3，走。哎，进了吧。我最后一个了。姐，自由球。那我可就随意了啊。进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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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不了。哎，进了。也是我赢，我不信。紫色兔子力气大，粉色兔子力气大。那要不我们先登顶，看谁的兔子力气最大？没问题，萝卜肯定是我拔下来的。我先来，先顶不先？哎，我是3步，1、2、3，我走这里。这么厉害？哎，我也3步，1、2、3。可恶，你竟然还跳过我！转萝卜，转一转，转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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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的兔子掉下去了！哈哈，开心什么？我们刚开始。1、2，我这不追上了，你在我后面。1、2、3，我先走1步。可恶，2步。哎，你的兔子又掉了。怎么这样呀？我2步。1、2，没关系，我一会儿登上顶了，我会把萝卜拔下来给你分一点的。我不。1、2，我自己拔，我不需要你帮我。我，哎，你的兔子又掉了，好烦呀。你就剩一个兔子了。哎，2步，我一个兔子还没掉呢。你别笑了，我就剩一个兔子了。1、2、3。你的运气真差。哎，我不信，我不信他还能掉下去。哦，1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1步，1步，你的兔子掉了，没有兔子了。哦，可惜你没有跟我有比力气的机会了，我的兔子肯定会登顶的。这个大萝卜是我的，不公平。为什么不公平？是我的。哎呀，砸不动呀，这根本就玩不了嘛。你看我的，洋洋，我这个轻轻给它一按，你看它就变软了。那我要跟你换，来试试。那还是打不动呀。哎呀，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它。它怎么玩呀？它呢叫做非牛顿流体，你要越用力啊，它就越硬。但是呢，你要轻轻的给它这么拉，它就可以拉得很长很长。你看，是，而且拉得特别细，怎么拉它都是不会断的。就玩，对，玩起来特别特别的解压。这样子玩的呀？对，而且它这个还是有弹性的，我们可以像弹跳一样玩。试试，你现在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知道它怎么玩了吗？嗯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个液态玻璃吗？哎，你掉洞里，掉洞里，我都能吃个小馒头了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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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你这样能摇进去个啥呀？才能摇进去几个呀？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那这咋玩嘛？人家叫阶梯转转乐，当然是要抓着玩啦。你看，这个是控制左右的，这个是上下，这个是抓夹。我试一下，先抓这个吧。咦，这么贵，一打抓，移过来，上来了。感觉你比我操控的还要熟练呀。可以可以，我可以抓上来的，我可比你厉害多了，我可聪明了。抓这个，抓这个，这个上来，抓这个，哎，上来，移过来，哎，抓完了。这些你看我全部抓完了，现在可以吃了吧？嗯，可以了。你吃的这个是淡点味的，它这个还有一个草莓味的，都很好吃。那我要吃草莓味的。草莓味你要吃也是要自己抓的。嗯，可以，我试试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是喜欢草莓味的呢，还是喜欢淡奶味的？你说我是选这3个呢，还是选这4个呢？你选什么选呀？啊啊！这些都是我的。什么你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你的，不都是咱们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就帮我做一个嘛。那行吧，给你做一个。那这7个里面你选一个。你帮我选一个吧，我都挺好看的。我用蓝色奶油胶箍卡，奶油胶的话，那我就给你做这个绿色。嗯，行，绿色好看。好，贴一个 PET 贴纸。这个，哎呦。把这个给它贴在上面一些，好，贴个日历，贴在边边也没有关系，再贴一个小熊，他们俩是好朋友 ，lucky 天天开心，贴个甜筒，开始挤奶油胶啦，均匀的挤上奶油胶。贴一个红色的 baby， 再来个小星星。这边放一个火箭，这里长了一朵小花花，小蘑菇，小珍珠装饰一下。好了，放一点水果切片。哇塞，
好好看呀。那当然了，我这双手可是能做奶油雕咕卡、奶油雕发卡，还有普通的咕卡，还有这种流沙咕卡，我都可以做的。哦，我太喜欢了。哎，琪琪啊，不是还有几块吗？要不你帮我再做两块吧。不行，剩下的都是我的，我还有其他朋友呢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朋友，我还要给他们送呢。马上过年了，剩下的六块我要送给我的五个朋友，给自己留一块。琪琪的天啊，姐，企鹅敲冰，我教你怎么玩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把这些冰块给它这样装上去，这样卡好就可以了。我帮你，然后把这个腿给它装上去，再反过来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企鹅要放在最中间的这个冰块上。那这个呢？这两个小锤子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你敲一个冰块，我敲一个冰块，谁把这个企鹅弄掉，谁就输了。敲，敲好了。啊，那就是你啊。再敲。只要他不倒就行了呗。哎，不行，不行吗？我轻一点，敲这个吧。嘿嘿，哎，那 我把这个一敲，怎么这样？那我敲这个，那我敲这个，啊，又倒了，没掉没掉，反正它没掉。那我敲这个，啊，你把企鹅弄掉了，你输了。对，你刚才把企鹅都敲倒了，应该是你输了。我把它敲倒了，但是它没有从冰块上掉下去，是你把企鹅给它掉下去的。我不管，小朋友你们评评理，到底是我们两个谁输了？他输了，你输了。哇塞，屋里的炮楼好高呀，好好看呀。你快看我的，我的这个城堡才好看。你的也好看，我觉得我的更好看。哎呀，你们全部都垒错了，这个不是这样玩的，它叫多米诺骨牌，这个呢是托马斯小火车，要把这个多米诺骨牌扔到这个里面玩的。那像这样，把这些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的给它这样放进去。那下一个放什么颜色？我帮你。就一个蓝色一个粉色就好了。给你一个蓝色一个粉色。现在缺什么颜色？蓝色粉色蓝色粉蓝色粉色。然后把盖子盖上，然后把这个给它装到托马斯小火车上，这里有个开关，我们打开开关。噔噔噔噔，我还可以对，我还可以指挥火车头给它转转转转转。这颜色也好好看呀。那当然了，这可是我搭配的颜色呢。看，等等等等，然后现在把它关掉，它马上就可以拼出一个，哎，好像是半个爱心，你发现没有？然后现在你看，拿出一个手指，我说三二一，你再推啊，三二一，哎，长颈鹿放一个水槽，给骆驼放个水槽，最后给犀牛放个水槽。好了，他们可以喝水喽。洋洋，你这样不行的。为什么？这三个动物会因为这个喝水会打架的。那怎么办呀？你看，给这里放一个水槽，这里放一个水槽，这里放一个水槽。你把水槽放在一起，他们打的不是更凶了吗？你不要着急嘛，还没完呢。这里有三个围栏，我可以把他们三个全部分别圈养起来。我们先给这个长颈鹿先给它隔开。你看，长颈鹿有属于自己的圈了，对不对？它可以跑过去喝这个水。然后呢，这个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个也不对，不能放在这里。那这个应该怎么放？那这个应该就是不对的。我们把这个给它放在这里试试。然后，那这个放这？对，这个可以放在这里。然后这个呢，放在这儿。你看。犀牛的水槽在这里，长颈鹿的水槽在这里，骆驼的水槽在这里。你看，他们还离得很远，他们在嘟嘟嘟嘟嘟跑过去喝水的同时，还锻炼了身体。哇塞，这样就给他可以好好喝水了。对呀，而且还不会打架，还有属于自己的家了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比你聪明？那你再给我弄上一关，我肯定也能过过去。这个是54关，它一共有60关。你这么笨，我从第一关给你出吧。第一关？